这把是司马的1928安普山。据说美国黑帮最爱的不是女人，也不是金钱，而是它。短小精悍，发射的时候哒哒哒，类似打字机的声音，这是黑帮最爱的武器——汤姆逊冲锋枪，芝加哥打字机。二战期间，美国陆军主力轻武器之一，冲锋枪，汤普森、汤米冲锋枪，芝加哥打字机，芝加哥小提琴，芝加哥钢琴。当时美国与犯罪非常爱用的武器款式，也至少50个国家以上使用过它。它的造型真的很漂亮，金属材质，枪身也都是金属的，弹鼓也是金属。它的弹鼓重量逼近快要1公斤，它的总重3公斤，快要4公斤。电池放后托，盖子打开，整个就可以拉出来。我们接上电池测试一下，电池放入，它的容量蛮大的耶。开保险，连发，这是它的弹鼓。装 BB 弹测一下出速 ，BB 弹直接倒入 ，BB 弹上弹 ，Pop 弹道直接就能做调整。弹夹取下，直接调整也可以。弹夹卸下钮，往上推，弹夹就可以拿下。